伙伴，慢慢靠近这个苍蝇头，你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伙伴。快看，你们真的以新乐园最危险的生物是这个绿色鳄鱼吗？伙伴，快看呀，有5个正在玩耍的蛋被绿色鳄鱼给吃掉了呀。有很多人告诉我说绿色鳄鱼是新乐园最最恐怖的生物。伙伴，大错特错。什么？你们不会还没发现我们新乐园最恐怖的生物是什么吧？什么？我来告诉大家呀。众所周知，在新乐园里有一只鳄鱼。伙伴，我们采绿色鳄鱼的牙齿，鳄鱼会把蛋蛋给吃掉。但是鳄鱼还会把我们吐出来啊，这一点危害也没有。对，在新乐园里有一个比赛机啊，伙伴们，我们的蛋仔走过去会获得一个缝击针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说缝击针是新乐园最危险的。伙伴，也不对，快看呀，我捡到了一个缝击针。伙伴们，我们用它扎蛋仔。伙伴，快看呀，我捡到了一个缝击针，我们用它扎蛋仔，它扎不到蛋仔啊，它会直接从蛋仔的身体里穿过去，它也不会危险。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Oh my god！ 我们新乐园最危险的地方竟然是……伙伴，快看呀，在新乐园的右边有一个绿色的苍蝇头。伙伴们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我们在游戏中打开相机功能，伙伴，慢慢靠近这个苍蝇头，你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。伙伴，快看，里面是……你们看，搞错了。